Venga.把小虫虫来打针，按好起，插在后头。这窝窝里面呢，要先拆一下，锄头薅不到。 这个来吃不？那个嘛，是你弄来打开的，不关机。快来过来，看嘛，给你买了这份礼物。那份礼物我们是去龙居那边回来。我看那儿呢，吃得了吗？来嘛，你试哈嘛。衣裳啊？嗯。可以了。 平常时候你硬是穿就垮了垮呆的，不晓得收拾一下。我这又没烂，我这样好好子的，有啥子好稀奇嘛？哎呀，我这两天你这还要得，我感觉。也是哈嘛。哎呀，其实不想买点的，买点干了嘛？你这个浪费钱。合适嘛？哎呀，这我这点事还合计试，十件衣裳，害怕别个看到了。哈儿合不合适？不合适就拿你给挑。也买点嘛，肯定都合适噻。
晓得啦。穿大点，你个子大了。那了的浪费钱。是哈。你买好多哦？哦哟，三件了。哎。我天嘞，从龙出手龙大风哦。哎呀。三个颜色。合适嘛，我就不拿几个条了，就放你洗。摆件嘛就够了嘛，你们要多干点嘛。那个是不要钱的没有？是不是？那是打折啊，今天。嗯。哎呀，你管他打不打折嘛，你总得要穿过墙舒服才穿的哟。哎，无边有这讲究，穿了就算了，啥子有那种讲究？你穿的再好，还不是干活路的我那边。呵呵。我的天嘞，我穿三家大了。你把我买大坑了不？你是穿那么大噻？你高一哈嘛？哎呀，我都身材不得了，两旁买不到衣服了。俺最大就是五加大了。哎呀，哟，穿起还帅的嘛？这只能说是我媳妇儿有眼光。可以。哎呀，选的弄合适。嗯，要的，合适。哎，哎呀，肚子大了，肚子不大的话，穿啥子好看？会不会长了点喽？合适，要得。但是动了动了，才高就胖点儿个。嗯。显胖不？可以啊。哎呀，反正都有弄胖了，你遮遮到了又重嘛，还不是胖啊？那就来我那个拿花给洗了。我是那两件噻，那脖子我那就换噻。要得。拿来。这都是一个型号的啊。差不多是一个型号的，只要颜色不一样。只是打底的嘛，是穿的面子高的。这面子也可以穿嘛，打底可以穿。二十八月的时候你就穿件，就这种里面可以打底，是要的。这种嘛打不得底哦，这种有这种的打啥子底哦？从打不得底啊一样的噻，穿里面。其实。这啥子？满不满意嘛？哎，我就说浪费钱，我还去衣裳，虽说穿起紧巴巴的嘛，将就穿了算了噻，只要不露肉，有啥子好讲究的嘛？